哇哇哇！Wow, wow, wow, 时间过得好快又到了换季的时候喽，快点把夏天的衣服收起来，迎接冬衣的秋冬的衣服哦。那今天拉拉要帮大家一次整理衣柜，换季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的情境使用句哦。当然，其中提到的衣物，我们也可以代换成其他的衣服啦。 嗯，像下，如果你要换季把衣服拿出来，你就可以说 It's time to wear sweaters and pants，是时候穿毛衣跟长裤喽。Or let's put some fall and winter clothes in the closet，哦、oh,，我们把一些秋冬的衣服放进衣柜吧。除了刚刚提到的 closet 衣柜，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哦，你可以用 wardrobe。 For example, it's getting cold. Time to change the wardrobe. 哎，那很多人啊，这个冬天都喜欢穿这个发热衣。可是这种好奇说，到底发热衣的英文要怎么说啊？来来来，教你喽，就是 thermal underwear. Okay, so you can say time to bring out the thermal underwear. 冬天穿发热衣超保暖。好，那如果要收纳或者是收起这个夏天的衣服，你可以这么说。 Put away your short-sleeved shirts in the boxes，就是把你短袖的衬衫收到箱子里。其中的 put away，刚刚有认真听吗？不是丢掉、欸，哎，是收好、放好，或者有收纳的意思哦。而刚刚还提到短袖的，就是 short-sleeved。那考考你们，长袖的英文又要怎么说呢？没错，很简单，就是 long-sleeved。 好，接下来拉拉也准备一些俏皮一点的句子哦，就是 Goodbye sandals, hello boots。没错，就是夏天的凉鞋，拜拜。然后你跟这个欢迎一下，就是冬天的靴子，hello，或者是 Flip flops out, warm slippers in。我们夏天是不是会穿这个夹脚拖？就是 Flip flops，就是夹脚拖，拜拜。暖暖的那种毛毛的拖鞋，赶快来欢迎你。 好了，最后压轴，得得得得得！刚刚是不是一开始有问大家？天哪、啊，这衣服上面根本写着你的名字，这样英文要怎么说呢？超超超简单的哦，就是 Oh my God, it's so you。像是那一天，我看到一件超级无敌适合 Tiffany 的上衣，我就跟她说：Oh my God, Tiff, this top is so you。 或者是如果看到一个洋装超适合 Tiffany，我也可以说 This dress is so you，根本写上 Tiffany 的名字，是不是超可爱的呢？赶快笔记学起来哦！